我们一般人在等捷运，我们可能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觉得等很久。可是台北市政府觉得大家挤在那里等一个小时是可以的，所以台北市政府认为说用捷运来疏散台北站的人潮，花一个小时是 OK 的。可是其实，在我们一般老百姓叫我们挤在捷运站在那边等一个小时是不 OK 的。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说捷运可以疏散这些人潮，其实在这些定义上其实是就像老师说的目标，你到底要多久可以走完？所以当你三个小时走完也是走完，那到底我们台北市民的是要什么样子的一个交通跟疏散的一个方案？所以市政府的标准离我们一般庶民老百姓的想象是很相差非常大。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因为第一次听到老师讲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一头雾水。那后来有点大概可以了解，就是那个过程。对，所以一个小时到底可不可行？的意思是说，就是政府能不能接受？对，能不能接受？政府可以接受这里一万、两万个人、三万个人在这里塞一个小时，可是我们小老百姓没办法接受啊。你两三万个人塞在我们社区这边，你叫我们晚上怎么睡觉？而且这个牵涉到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跨年，我365天就一天，好了，我就算了。那过去，如果一个月塞一次，或是勉强可以接受，勉强可以。如果一个礼拜塞个三天，谢谢。那你的工会取消，所以这个是其实他们都没有讲清楚，他们都说可不可以疏解？如果所以人家都可不可以疏解？会疏解。国五可以不可以疏解？会疏解，什么事情都会疏解，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解决的事情多久？好，我们接着张老师的补充。你们张三英老师有没有补充的？对，张在吗？是说，好，杨教授，大家都在，就是国缺的人还是要赶快组织起来，不晓得已经有没有组织起来。因为你还是要东西，一个可能是联盟或什么，一个要输出起来。你没有输出，人家看扁你，看不起你，说难听一点的，所以赶快有个组织要成立。那当然组织我们可以我们那个这一起进来一起努力。所以呢，我想我只补充这一点，要快，要快，赶快组织起来。那还补充有没有两块？就说刚刚那个云科大林教授也提到了，基本科批，他已经投太多次，还有那个大林建会的建长那个也投确定了问他们两个人就连胜文了他说大林建会对啊。那跟老师补充就是科批有来，对，那不是来而已，他要公开表态，对，有录影。他公开表态对现这件事的看法。现在只有神珠没来。他大连建会还可以升级的，建长。他要逼他，他要堵他，当面堵到他，问他这件事，等到几年底没有帮他，他要表态，因为他最有希望，可能是最有希望当下任的市长。他应该对于这个树木的保持。这个针对这个议题，他是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啊，其实牵扯连贯，还有包括他现在的活动在抗争的保护区变更。那保护区一变更，又砍的树才多了，虽然是小树啊，但是整片都剃头又剃掉了，所以要不要对整个树木不限这几个那整个台北市的对树木的保护，不是老树而已，他一定会讲。已经有一个自治条例了，自治条例对老树而已的，所以我也写过，脸书也写过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条例重新修过，自治条例，就是修订说，这个建设不管建设开发公共工程建设等等，你一定要在那个计划里面附有这个树木的保存、保育、遗址的或是护育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纳到那个计划书里面，一并通过的，然后呢，将来申请建造的时候，要减去这个委员会审议的注意，要切实把它设计放到设计案里否则不发给他建造，那才有用。他们建造拿到了，那现在建造都拿到了嘛？他现在这个脾气来，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这一点呢，应该要跟市长的人啊，他们愿意承诺，就是说，现在没办法了，现在好市长除非愿意听我们的话，他现在做来得及啊，然后一下子就可以把他的自治条例就修过了嘛，我相信议会也不敢阻扰嘛，对不对？赶快提案嘛，啊，部长的话，下一次应该表态或补充什么？